如果可以做一个 angel 的话，我会保护我的家人吧，保护我身边爱我的朋友、爱我的人，然后会为他们，会让他们每一天都过得很开心，然后希望他们都很富有，很多钱，又可以用那些钱来做一些自己开心的事情，然后身体健康，希望他们有财富，然后也可以帮助到他们身边的人，也让他们身边的人开心，然后慢慢的扩张下去，然后希望大家都会越来越多人会开开心心的这样，yeah.